油条来了，油条来了。大清早的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以后你就是我们大姐，我兄弟俩跟你混。哎，这话说的，我不是你们绑架来的吗？这是我们全部家的，我和我哥觉得你能成大事，想跟你干。不行，我俩给你当小弟嘛。是啊，不能和你们同流合污。我们出钱开店。你们有多少钱？有点小钱。这叫小钱？这都是我和我弟弟省吃俭用攒的。也不是不行啊。好，不过我可不是因为钱啊，我是看在你们这么有诚意，这么愿意从善的份上，我带你们发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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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后啊，你们林姐罩着你们。好，好，有着医馆在，就更方便收集我假死药的药材了。不错。王妃玩够了吗？上官离，安了王爷，好帅呀！可惜已经成婚了，不过能给他做妾我也愿意。你还知道出现啊？我都被绑架这么多天了。哦，王妃被绑架了。绑匪在哪儿啊？本王肯定会替你报仇。不需要。哎呦！这应该算是打水漂了吧？我竟然晕马呀！王妃您回来了。晚上有家宴，你收拾一下。王妃，您可回来了。走丢那么多天他都不来找我，偏偏今天开医馆他就来了。啊，走丢？王爷说您是回家探亲了，奴婢还在想呢，怎么不把我带回去啊？什么？哦对了，王爷还说晚上让您配合着穿好看点，别丢他的脸。行，上官离，你看我怎么好好配合你。来晚了。我可是友好提醒过你，他们可都是冲着你来的。原来传闻也是有假的，王爷还真是受委屈了。哟，这位小姐怎么称呼？赵将军之女，赵香香。哦，原来是香香小姐。我们王爷哪儿委屈了？我们每天都非常恩爱呢，是不是阿离？离哥哥，香香说错话了，我敬姐姐一杯。舌头捋直了再说话，既然你叫他离哥哥，那你也应该尊我一声嫂嫂。不过你是武将出身，不懂这些礼仪也正常。安乐王妃，林太傅才华横溢，一直受我等晚辈尊敬，您这样咄咄逼人
实属不妥吧？哦，来个出头的。好了好了，素闻安乐王妃才艺一绝，不知可否有幸观摩学习一下？王爷，他们好像在挤兑我呢。谁说不是呢？那你不管吗？这可是在打你的脸。本王一向都大度。才华这种东西，藏着叫有涵养，出来卖弄，那不成卖艺了？是不是呀？太子到。说得好。见过太子殿下。上上不必多礼，大家都坐吧。林少少，对不起了，让你的心上人见了你这副样子。商商今日这造型可真是别致，就像是从年画里走出来的娃娃一般。那是自然。来，喝酒喝酒。商商，干净了。请。那我先走了。王爷告辞。太子殿下，林商商现在是安乐府的王妃，请谨记这一点。可商商她不爱你。那又怎样？上官离，此婚是你母后赐的，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，你还是好好的守好你的江山。亏了，亏大了，莫名其妙被占便宜了，他是不是看上我了？商商他一定是被迫的。太子殿下，真是可惜啊，我们可都是看着你们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，怎么就……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太子殿下，看得出您很喜欢这安乐王妃，我可以帮你。